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蒙恩。就是真的，你们看我现在的样子，你觉得我会是有遗憾的人吗？我真的，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我一辈子不会遇到什么大事去遗憾，但是我可能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。我最近遇到的最遗憾的事就是我去年去日本没玩好。我真的想跟你们分享一下经历，也避免你们踩雷。就是首先，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，第一件事一定不要因为省钱去选择坐廉价航空。我不知道你们坐过那些联航没有，我坐的那个，就它飞机上的硬件设备和它的服务水平，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火车飞上天了。我那一路颠的呀，我的天哪，就人家的飞机是偶遇颠簸气流，我那飞机托运了两箱气流走，好不容易不颠了，空姐推着个小车就出来卖东西来了，她真的是在推销面膜和刮胡刀。就在他那个颠簸的节奏还有他那个激情的叫卖当中，我真的恍惚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本来想问空姐，就说到东京还有多久，结果我脱口而出到东京还有几站。那空姐回答的更可气，我都分不清他跟我幽默呢，还是他以前职业病犯了。他说下一站到了，你睡吧，换票的时候叫你。然后去了日本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朋友都要让你去日本带很多药回来，对吧？什么治痘的、驱蚊的、止痛的，还有带什么就是防止脚后跟干裂的。对，我当时我在日本，我什么也没干，我就干药妆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感觉我就是当代徐福。然后，而且日本的那些药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其实它很鸡肋，它没有多大用处，就是那种治大病不行，但是那小病不治也行，是吧？我当时甚至想过，就是徐福当年东渡啊。不是没回来，回来了又被秦始皇赶走了。你们想象一下，秦始皇躺在床上都快不行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徐福拿着药过来，噗噗噗一通喷。秦始皇说这样能长生不老吗？徐福说能驱蚊。这样能让您走的时候呀旁边清静一点。真的没有用。而且我跟你说最过分的是什么，最过分的是我一个朋友，他让我带一个药，这个药什么疗效都没有，唯一一个作用就是吃了它之后能够让你排出来的东西变成彩虹色。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玩意儿，哥们是没见过彩虹吗还是怎么样？哪儿买的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些服务人员解释，你知道吗？我英语不好，那日本人英语更差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 One drug Boom Rainbow。 掌握好一本卖语是多么的重要的。然后我住的那个民宿也非常的差，我的那个淋浴室下水道堵了，我的女朋友就去那个打电话找老板。就是我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英语好的人和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会非常有障碍，但是如果一个英语不好的人和另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，那简直是沟通无国界。我女朋友英语还行，但是她就是下水道堵了这种比较生活化的东西他也解释不清楚，那日本老板也听不明白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说我来。那一天后我就说 You know、就是你们知道英语好不好你说话先 You know You know My bathroom 下水的 Underground water。 我女朋友当时就像你们这样的笑我，她说 Underground water 你怎么不说你是 Underground rapper 呢？但是你们知道那个日本老板说什么吗？那个日本老板说Underground water you must， 哥们儿听懂了。到了最难的地方堵了怎么说？我当时想想怎么样，my underground water yesterday 刷刷刷刷刷刷刷but today 蹲蹲蹲。晋级了，晋级了，进了进了进了，五分钟不到老板拿着皮揣子就上来了。而且那个民宿其实它的隔音非常差，我旁边住了一外国人带了一小孩，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，你知道就半夜不睡觉就往死吵吵。然后我就听见了，就说 Daddy 后面我也听不懂啊。然后他爸很有素质，他爸就说 Baby 我想把这我带我带。结果小孩说 OK I want what what what。我当时凭借我仅听懂的三个英文单词和当时的语境，我分析出那爷俩的对话是这样的
爸爸，我睡不着怎么办呀？宝贝儿，你要是睡不着啊，你让旁边那屋也别睡。好的，今晚咱们谁也别想睡。我忍不住了，我一定要出去跟他理论。虽然我只会一个词，就是 shut up。我为了让他听懂，我专门在屋里面拿着手机听了3遍 shut up 的发音。出门之后，正好旁边老外也出来了，结果大哥是一黑人。我当时我吓得我就是 welcome to Japan。其实我出去玩的时候啊，我每次就是有一个什么习惯，就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出来我就是那种第一次来的人，就显得很生涩啊，对什么也好奇。我特别希望就让我显得这儿，我对这儿很熟，我经常来玩。然后我甚至觉得我不说话，我在日本街头走的时候，人们真的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日本当地的哑巴。除了这点之外，就是千万不要去那种网红店。然后日本最火的一家网红店就是周杰伦去过的那家奶茶店。我觉得那家店就是在利用周杰伦在骗中国游客的钱。那家奶茶店他就在门口写了一排中文，只有中文写的亚洲天王周杰伦爱喝的奶茶，然后他在上面放了很多小电视，就循环播放那首 MV， 就说好不哭什么什么什么的。我当时就心想，我排队的估计全是中国人，我就说我们的钱就这么好赚吗？我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在附近商场我就找一个洗手间我包下来，我也写一个牌子，亚洲天王周杰伦来这儿上过厕所，我在厕所里安上小电视，也放周杰伦所有 MV， 你们上厕所也能看。然后周杰伦唱的哪里有彩虹，你砰 rainbow。 谢谢大家，我是蒙恩。